大家好，我是莫邪，今天是我被隔离的第五天。田姐她说要来给我送饭，现在打个电话问一下她到哪了。喂，小野，莫邪，我给你做了便当，你到哪啦？我还有5分钟就到了。哦，还有5分钟是吧？啊，对，很快。好嘞，好嘞，我等你啊。嗯啊。Later。到了，到了，田姐她到了。你走。来给大家看一下田姐送的爱心便当，奶茶、大米，这什么鬼呀？他觉得我在家会缺米吗？啊，这个便当，哇，一看就是他亲手做的。看一下啊，这里面有什么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田小野就是牛逼 YYDS。呜呼！太爽！肌肉。美女饭，大米，他觉得我在家会缺米吗？